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sha。好耐好耐冇见大家啦，咁好开心今日有呢个机会啦，嚟到呢一度，咁都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嘅面孔啦，咁都有唔记得有几耐咯，系我出嚟同大家唱歌啊，咁所以今日咧其实系好兴奋，虽然有啲紧张，不过咧我觉得系即系见好似一个聚会咁咧，见翻大家。戴住口罩都好啦，但係即係大家都搭車嚟呢度咧，我覺得好 warm。咁今日咧就我同阿偉啦，大家都見到佢熟口熟面啦，之前我哋Splendid Time 嗰隻碟咧，阿偉都係其中一位嘅 band member 啦，我哋一齊 jam 咗好多首嘅cover 歌。咁今日好開心啦，可以揾到佢幫手啦。佢今日唔係彈 bass 啊。係啊，今日唔係彈 bass 啊。係啊，平時彈 bass 㗎，佢有新嘗試啊，咁所以今日都好開心啊，可以大家又 jam 一 jam。咁咧，首先送首第一首歌俾大家先啦。咁今日裡面咧都有啲歌咧係可能係大家喺我之前嘅碟都有聽過嘅。咁啊，希望係我哋即係聚會嘅時候可以重温一下啦。咁首先第一首送俾大家。薰衣草。为什么我活不到？
weekend camp 或者呢個 long holiday camp， 咁啊，大家可以翻去啊，好好享受下今晚浸浴或者係沖涼嘅時候。咁跟住第二首歌咧係一首我諗大家都熟悉噶，幾時出世都會聽過嘅。咁呢首係不過前面呢位可能有聽過，早班火車。前面呢位唔會啊，呢位會唔會齊應該未聽過？今日第一次聽好冇？好。
Thank you.
想转情欲求，遥望每家的窗，谁共心爱世外露台回归去，装饰得漂亮，温馨气场，只满足一对眼一双。谁又跟你一望月儿，忘掉世界哀伤，圆月只会挂在断翠晚上，天生的照亮。有情人欢唱，在某一个流浪天地的宇宙，只应该独哀伤的